姥姥，隔壁拿芝士焗饭馋我，你快给我做。你小子就这点出息啊，芝士焗饭就给你馋住了。你不是厉害吗？有人来给我上一课啊。你这臭小子，老子今天就给你上一课。油推大了吧，一片竹子都搞不定，我看是吃不上喽。你懂什么？姥姥今天用竹子给你做个芝士焗饭。哎呦，真新鲜，我还第一次见呢。姥姥，你放那么东西能烤得熟吗？你瞧好了，姥姥做出来可香了。小外甥，看姥姥做的好看吧？好看，我去帮你烤吧。圆圆，你们吃过吧？哇，姥姥这好香啊！